Wanna make a bet? How many fine women I fit up in my jet? On the regular, live like a bachelor. Gotta taste them, AKA Dracula. Every day, a brand new thing. Got a new Rochester, I swing. I'm the king, baby. Everybody wants to live my life, but they can't. I'm the king, baby.前面两关，如果两关都平手的话，我们再来玩第三关。好好好，前面两关就是第一个，爱的呼呼，哦，爱呀呀，哦，爱的呼呼，爱呀呀，哦，爱的呼呼。啊，你为什么不唱呼呼啊？对哦，那你受伤了，他帮你呼呼，爱吗？你呼呼。专辑啊！哎呀，有没有机会哦？爱的呼呼怎么玩呢？一开始呢，派一男一女出来的时候，在两边两个人的头上各贴一个便利贴。那么一男一女同队的必须彼此把头上的便利贴吹下来，对吹。两队同时进行 PK， 看哪一队最先便利贴就被吹下来。哎，这个好累哦。对啊，我吹到快死掉了。两位，他们派两位就对了。没错，那么便利贴由张都吹下来，对，由一队的队长来帮各自贴，懂吗？哦，了解了。宪哥帮各队的贴。好，惨呀啦，你。好的，话好多。我们中文没那么烂，好不好？好的。这种娶回家，隔天就把它离掉了。隔天当天晚上就结婚啊？重点是你们还要把我娶回家。谁娶回家？哇！你竟然要娶我回家！啊，这个就是明天的一种叫冥婚。把它解释一下第二关，第二关呢叫做爱的扑克牌。啊，这个我 OK， 这个我 OK， 呼呼给你的。这个呢两队，你是要派一男一女，另外的一男一女，这个呢就很考验你的腰力，跟你的吸力，还有你吸的技巧，哦，这就非常的重要。就是呢，女生。帮男生压着腿，男生做仰卧起坐，那女生把扑克牌吸在嘴巴，男生要仰卧起坐起来都吸掉，放地上，吸掉，放地上，看一分半内谁可以吸的牌最多。仰卧起坐，对，腰力要好，要又会吸。那个 OK 啦，对我来讲都是苦差事。好的，那么两队呢，现在可以分别去讨论说，到底要派谁出来？那我就先进行我们第一关，爱的呼呼。
贴上便利贴。为了公平起见，好不好？就在这里玩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现在数一二三，大家都同时贴好。要不然我先贴好了，他已经要脱胶了。公平的起跑点。掉不掉？好。好，那你们进来一点。一边。贴上去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它太油了啦，太油了，它根本就贴不上去，我它根本贴错面，好不好？它贴反了，贴错面，它贴反了，拍的好干的，先叫我们不用，想说怎么贴上去还在我手上，我，你，它油到透出来，你就被贴脏了，我们已经贴好了，还有，油到透出来，我们贴好了，还有这，它油到透出来，刮到出水了，梦泽很烦嘞。你就撕几张，先把那个粉粘起来。他指甲刮到我的头。他粘板啊，对啊，这个好 ，OK， 来交给你们哦，厉害厉害，来来来来，没有比赛出去出去，他怎么对出去？哦，来来来，预备，来停停停停，注意哦，注意哦，食指必须要十指紧扣，可是真的假的？腿不行啊，这个女生要同意我才可以，上一张太自肥了。好了好了，好了，紧扣就紧扣吧。可以，贝贝，你没力气了。好，好，进来，好，好，一张，一张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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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来，最后换你，换你，洗一杯，洗一杯，对对对，一点用力，跳跳跳跳跳跳跳，从上面跳，换人换人，对，来推起来，你快灌到鼻孔了，对对，上面对，在这边在喷口水啊，对，嘴巴不能动到哦。好，他们一张都还没有。哦，看来我们上面是对，上去再抠一抠，还低一点，低一点，低一点，低一点。哦，还有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对对对，这个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嘴巴不要碰上去，没有，没有，碰了，没有了。哎呦，剩三分之一，剩三分之一，加油，加油！对对，还在焦灼。他这个完全吃不起来，我吹看，我吹看，完全自己吹。吹看，吹看，十指紧扣，十指紧扣。谁谁？你吹看看，你吹看看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我们的人给你示范，哪有十指紧扣？哎，这个已经输了，你还要十指紧扣？规则就是要十指紧扣。可以耶，可以耶。来，这个也要会不会吹？哦，我都要口水，不行，我这个太老了啦，太多水了啦。恭喜恭喜哥，拿下了第一胜。我发现他们吹到这样的技巧，他们是从侧面吹，不能从正面吹。他那个黏的力量太大了，你不可能一次吹掉，那个受力点就分散掉了。所以你们现在就听牌就对了，拿了听牌了，开会，开会，来来，又要开会，开会。哎，今天是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因为又会吹，贴的又好。我们现在有两种策略，网球策略，网球策略是什么？这一盘终于认真，就放弃，对不对？对，下一盘换我们发球，对对对，要放掉了。放掉，你要放掉，不行啦！好了，不管如何，加油就对了啦！来啦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好，开始紧张了哈，有点紧张了哈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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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口水擦死，强颜欢笑。这一关呢，要吸扑克牌。那刚刚由于客队获胜，所以我们客队继续，先由客队开始先攻。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先输的先嘛，我们先让上官输的先。对呀。赢的先，来，再赢的先嘛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对吧？来，去去，你要完全没办法剪刀的那个数。好，那你们要先，你们派出的是孟泽，我来对杨威石头，然后呢，米奇帮我压脚。好的，没问题，那扑克牌就交给米奇，就位，预备。速度的速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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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速
手要放掉哦。来，速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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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蛮有速度的。不要吵，不要吵。速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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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种呆神的感觉。哇塞！啊，这个手有可以练习成关节的。你不要再啰嗦。对啊，就手一张了啦。哎，一步还不够，一步还不够，一步还不够。他好像在游泳哦，他在换气，对不对？不上岸了，对，不上岸。来生续，来生续，来生续，来生续。哇，这个节目不能这么不会，没有色情的综艺节目啊！哎，女神怎么玩的？他直接贴上去，这样，女神怎么玩的？我懂了，我懂了，这一切我都懂。哎，手发的感觉，哎，衣服不要我放掉啊！衣服不要。53张，我给你53张减退，我可以代言吸尘器了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好强哦，厉害，很好玩，哎，重新开会，重新开会，买个亏啊啦，我讲，真的不可能，那现在变成是完全是吸尘器，不是我们的，整部52张一次吸完，他刚刚这样一吸一丢，我感觉在修银钻。我是季阳哎，那个声音是不是？换句话，太厉害了！还有一个办法，博雅还有一个办法，博雅我会紧张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觉得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让我们酝酿一下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，对抗对抗对抗！博雅什么都可以，不能笑场，要用。那个的，我就是恋人呐、啊。你上来叫不要正常车，没那么强调，你们说正常吗？没那么强调，节目不是在谈恋爱，是玩游戏的。老了老了，跟大家再次重复一次呢。目前组队吸了53张牌，到底组队能不能呢超过53张牌呢？预备，51张哦。要下来，你看有，哦有有有，下来，哦，要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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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躺下来，躺下来，躺下来，不要躺下来，下来撞到头啦，这个不算吧？给他算，他怎么了？碰到外套了可以，碰到外套，宪哥不能再往前了。来来来，加油加油，游泳多久？时间多久了？还没还没还没，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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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可以，15秒而已，可以可以可以。6、8、7、6。谁设计啊？好棒的单子！大家再玩一次吗？这应该要奖励一下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刚发奖金啊！我想扑克牌以后都带着，只要有外差就玩这个游戏。应该是男生来了，对啊，应该是男生。要腰力。来来，我们来拼一盘，男生来啊，好不好？你说我们有前面，立冬我跟你，好，好不好？你伏地挺身，把那仰卧起坐可以吗？外差，然后自己还没想好要外差，对啊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好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算了
算了算了，不要外甥。外甥，颁奖颁奖，我们的颁奖，先来颁奖两颗骰。交到这两颗骰子之后，组队比客队是5-3。哎，我们外上，我们外上一颗就玩他们的第三关。我们要他们对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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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呀。要吗？开心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要开心玩，要不然我一讲，你们应该会同意。什么？好吧，我们就玩这个，但是画面舒服。女生对女生，漂亮吧？会算吗？你可以细啊，到我你要不要？来啊来啊来啊！女生跟女生啊，好不好？拿谁？你跟银行拿还是拿谁的？好啊，银行啊，一颗银行啊。好 ，OK， 来来来来来，女生对女生，来，好，来来。好的，跟观众解释一下，目前是加码赛，限时一分钟，好不好？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预备，计时开始，来，快点。快点，好快，好快，回来，回来，下去，快点，快点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两张，下去，下两张，要下去，要下去，三张，两张，没有，两张，放水，没有，两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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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，快点，一倍血，一张，一张赢回来，一倍血，太急了，快点，你不要管他，你赶快吸，没有，一起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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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18张，这个这要多运动啊，要多运动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为了代表我们的风度，嗯，我们让你们两张，就算你20张。20张，漂亮漂亮吧？好，好不好？因为两张有一点尴尬的。可以，好 ，OK 的。好了，所以组队只要没有超过20张，就算输了。你就吸21张，然后直接就那个，好吧？好，先口斗，来来就位，来来挑战20张以上，组队预备。哦，你好，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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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剩下5张就可以了，对，你看嘛，你看多标准，嚯嚯嚯，呆神有没有？大老二，现在才17，刚吸了一张大老二，9、9、9、20，好，20。虽然我们这一关输了，对，但是哎，只输一颗，现在一颗又拿回来了。目前比数呢是6-3。好，漂亮，对，再次来接，对，再次对啊 ，OK 啊。所以下一关特别注意，好不好？你要好好休息他们。好的，下一关好好休息他们，修理他们。现在整个意乱千哥，意乱千哥，只想休息，哥已经嗨了。好的，现在要干嘛？下一关是什么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
我们这一身衣服真的就是当时的那个。对，那个时候当时运送盐巴的工人所穿的衣服，这个名字叫做布盒。走路的那个布，布盒是那个荷包的盒，叫布盒。那为什么会穿上这个衣服呢？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叫做盐之道博物馆。是。那么大丁呢，其实并没有靠海，所以它不出产盐，所以必须从别的地方把盐运送过来。然后这里要煮盐。对，在运送过来应该是煮盐的这条路上，也有煮盐，那也有其他的功能。人就是人家运过来的。对，这条路叫做盐之道。盐之道。那么这个博物馆原本是一个转运站，因为盐送过来之后呢，必须把盐分散到其他的国家。那这里面呢，有许多以前。复古的东西，像是可能盐的储藏室啊，或者是卖盐的店家，还有以前他们日本人生活的一些古早小屋，都在这里面都可以看到。那在讲完这个之后呢，马上来公布今天的游戏到底要玩什么呢？就是来一起念博物馆惊魂，在盐道博物馆进行闯关游戏，最快完成获胜。没错哦，总共有四个关卡。先来讲解一下关卡。第一关呢叫做忍痛负重，必须背着30公斤的盐袋哦，走一段健康步道。走多久？走多长啊？哎，不知道。最怕的。哎，他还先把丑话讲在前面。哦，我最怕的。哎，不，爸，不要这么讲，我怕死了。最怕的，像话吗？好了，第二关呢叫做爆油肠炎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会准备10个小碟子，小碟子里面有10个，里面有9个是糖，只有1个是盐。你必须在5秒钟内判断哪一个是盐巴，并且拆出来，这就可以到下一关。但是那吹球干嘛？在拆之前必须先吹破一个气球。再拆，不能抓破，是吹破。吹破，吹破之后你拆，如果猜错猜到糖了，必须再吹一颗，再重来。好，没错哦。那第三关呢，叫做浮夸咸蛋。等等呢，我们会准备一个瓶子，里面装水，然后会把咸蛋放在，对，把蛋放在里面。然后呢，你必须用他们以前古早的水枪去射那个瓶子，让水位上升上升，让蛋浮到指定的位置就可以过关。哦，就水位上升。对，因为呢，里面是盐水，所以蛋会浮起来。这个呢比较困难，所以呢其他的队员可以帮忙装水，那其中一个射，哦，同心协力，他水下射到里面，对，射杯灌到里面，然后浮起来就对了，没错，到指定水位就算过关。了解了解。他这个呢是棒碟盐块，就是在嘴巴里面含着像是冰棒的哦那个东西。然后呢，在上面叠七，突然忘记那个名字是什么，冰棒棍。然后必须在上面叠7个，7个针吧？没有啊，这是针啊。有吗？必须在冰棒棍上面叠7个盐块。你害我讲，我现在讲的好不顺哦。叠7个盐块，然后呢，3秒钟它不掉下去就可以算过关。哦。那这个游戏呢，是采计时最快的那一队就获胜。OK， 了解了，两颗骰子，两颗，一定要拿下来，拿下来，一定有信心，好吧？那现在呢，两队可以分别去讨论一下棒次要怎么分配。好，来，我们来讨论。没别人了，你很怕也没办法，因为我们对啊，对啊，我们一杯不到啊。我们都也才40出头斤，对啊。我讲这一个可能蛮难，这个这个其实其实我们。啊，不然因为我很蠢，要不然你玩这个，我来玩这个，真的吗？不行啊，宪哥，真的吗？好不好嘛？你说好不好？对啊，没事的，我们出道30几年，也好也好玩也好。你有没有良心啊？那我看到那个我就闪尿了。我玩这个，我玩这个，你玩这个。哎，但吹气球，我来，然后我这个画气球，漂亮 ，OK， 好，漂亮，是这个我来好了，你这要稳定，这要稳定，就是。木头吗？对，木头。用手这样，用然后直接啊，对，放在面前会。他木头到后面。哎，他说这个好 OK。你 OK 吗？哈，我试试看。好，来，好，决定了。OK， 第一棒的我。我。一配，米奇。OK， 好 ，Go。这不准啊！我们每天尿尿都有在练。来，已经10、11分钟了哦，喂，加油，来，快点，这样太慢了，跳，来，赶快，你不要做效果了啦。
到呢，就是第一关。哎，我们这有人先示范，来，你示范。什么翻译先称？啊，不示范啊。我妈比我表。好，主持人来为大家做加油的。好啊，我们加油，来哟。第一棒，张立东，预备。我们可以帮忙加油。加油，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张太慢了，太慢了。太慢了，这不行！跳跳跳跳，来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你不要做效果了啦！做效果了！直接把枕头扛起来，枕头，快点！不是，对，先吊起来，对对啦，要让人飞上去嘛，快点，要不然手抱着就好，手抱着就好，对对对，正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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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手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这样好，快点快快快快，不要像他们以前飞后面吧，飞后面的，管我，要飞后面，不然。自己拿不带没关系。那我们在这边干。水要哦。眼睛闭闭就过了。哇，水太大了。哦，要爆了，要爆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加油。加油！天了！等一下。不要跳！不要跳！拼了，拼了，快点！等一下，加油，秋。这关有两颗骰子，这关你是会遇到头晕的。那个太这个气球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他都发了，你自己嘴巴自己闭着，加油加油！过吗？不是不敢，是他的那个头没办法。给你五秒，哎，再来，剩下十点，给你五秒钟的时间选择到底哪一个是研发，来，准备，这里这里的，不要，一，不准动，二，三，四。五，好，看完清楚了。问题是五，五号，品尝看看，水饺是盐还是糖？糖，糖啊，答错。再追一个气球，啊，甜的。哇，要追过那个是加盐做的啊。哇。全排队，因为女生吹气球一定很慢，吹气球慢，所以女生是对的。他今天已经吹了好多东西，这一关还是上一关是不是也吹的？对对。队友队友，帮你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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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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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爆掉受伤就没关系，为了赢掉，对，不是靠脸吃饭，你的记忆点在你的声音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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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破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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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破。为什么要压住洞呢？哦，真的，要压住洞啊！好，压住洞哎，不然水会掉。压住洞，好像不用。为什么刚刚是这样？对对对，然后有的是啾啾，不要这样啾啾啾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样啾啾啾是这样啾。压住那个洞。其实蛮难的，其实蛮难的。它的盐水，它整个蛋会浮起来。快快快！重要。对。哇，这一支很好用，这一支。好，那就专攻这一支，专攻这一支。快！专攻这一支，这一支专攻了。专攻。这支很准。这支厉害，这是我射不准的。
这一次，来，快快快快快，冲水冲水，来，快！他们不是降降降降，我们就是抢时间。你看他这样这样子推进去才会。你不要一直冲到底，不行。那因为你还，你在过程当中，你看那个水位，你还可以调。加油！就你不要一次很用力，但也不可以了，喊太慢的话，那个压力。当时追不到。好，你过了。快快快快快，张总，快！张总。好了，去把那个含在嘴巴里面。好好好。对，放七颗糖，七颗糖，一个盐块在上面。这边是以前的装盐的仓库。巧克力，对，好，慢慢的，慢慢慢慢慢慢的。哎哎哎，你要放平一点，这样，对对对对对。好，但是你咬直，你头动就好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子这样子，对，就这样。好，牙齿的那个地方。好，好，三颗，好，对。就是这样，好，别动，对，好，慢慢慢慢慢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能用手，不能动，不能动，好好，你不要动就好，手别去。第三秒钟。休息一下，那个放进去弄一下，不行不行，不行，要看到红线才可以。好，这样用嘴巴抿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好，放好，那个角度调好，每一刻都调好才能拿到。对啊，所以要抿紧，正常。对你抿紧，坚持一会儿。好，是要注重专注力，是辅助法则，这也是考验专注力。这已经播快格了，现在13分钟了。
慢慢嗨，要整个蛋掉出来为止。可以了，还没，还没，还没，蛋还没。有了啦，有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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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理我们。态度好差，都不理我们。稳住，慢慢来，还是要稳住。仓库，这关很难。谁？要北汽。北汽，好，完了，完了，好，太好了。哎，刚刚都没有讲话。刚没有干扰你，我没有，我们都没有。我没有，我没有。聊天可以，聊天可以。干扰，可以聊天，可以聊天。杨明，明姐，明姐，不要理，不要理后面杨婆，不要干扰。我没有讲过，不要往后，头好痒，头好痒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急。我再往后仰，绝对不能发出怪声音哦。慢慢来，慢慢，慢慢。越敲，敲。头往后仰，你的棒子是斜的，你棒子是斜的，对对对。等一下，我们等下跟你讲，头往后仰就对，不用动。头往后仰会吗？对，要不要？往后仰。为什么？他又不是白痴。懂他不懂敏，他听不懂敏啊。哦，头再往后。可是他已经敏了。好，很好，很好，非常好，慢慢来。慢慢，慢慢，慢慢。慢慢会没有感觉。好来，慢慢头往后仰，头往后仰，往上看。哦，你先把七哥放在手上。所以刚刚开始救回来，非常救回来蛮长的时间。要不要放一个呀？我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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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最后一关这边超安静的，大家都非常紧张，一直对，因为这要专注力，空气都凝结了。对，我们刚刚是15分钟51秒，一二，一二就不用算了，一二，我很激动，因为两队其实都有各自卡关的地方，卡关，对，他们这一关卡蛮久，还有喷枪，他们喷枪一卡很久。好的，紧张的时刻到了，现在要公布成绩了。来，客队的成绩到底是多少呢？答案揭晓，就是11分08秒10。2颗骰子，哎，现在看到骰子，捏起来都会怕。是赢啦，不要就不要。刚刚比数是6-3，加了这两颗之后，目前组队的客队是6-5。OK， 6-5，只小输一颗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下一关，所以呢，下一关请加油。哎，我这研发算厉害了嘞，研发厉害了。哎，看一下，很闲呢。不要丢，没有，因为你看他，他有近视，然后。他已经晕了，已经晕了。因为主要是因为盐巴，它不会反光力。对啊，是吗？前面一二杠拉回来，有那个晶体，有没有？可是是我，我也看不出来。有晶体，对啊，有一个会反光，有一个没有。主要是对会发亮出来，反光也比较暗沉一点，还蛮明显，蛮明显。真的吗？所以才故意要距离，对，所以我才久一点就看出来。我们看到发亮，感觉就不一样。对，发亮你就撇掉。今天6-5啦，没错，比数是6-5，马上要逆转胜，最后一关对不对？没错，几颗诚恳一点，最后一关，老实讲，两颗，哎呦，厉害，合理啦，合理。今天讲解一下，他是整个结束，我妈的骰子压出来看分数，所以就算这关赢了，也不一定最后不一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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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能尽量先多收一点骰子。来，来，来，快起来了，来，来哟。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叫做仪式。对对对，你那个头发歪掉了，哪里？歪了，歪歪的了，上面，花没有弄好。哎呀，你把。
瞧好了，瞧好了，拿一下，拿一下，还要单手拿一下，对。看完这边再靠这边，对，这样对的，再一个回马枪你。我跟你讲啊，这样对的，这样对的。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叫仪式，就是仪式含仪弄孙的仪，配合了许多的甜点跟名产。要来玩什么关卡呢？就是。阿里阿里，寻找特色店家，进行闯关，得到最多奖品获胜。特色，没错，等等呢，总共会有六个店家，两队各三个店家，进去那个店家之后呢，要进行闯关跟挑战。如果你赢了那个店家，你就可以筛筛哦，跟店家对抗。没错，赢了就可以获得伴手礼，但是呢，获得之外呢，还可以筛筛子，看你筛子筛到你拿到几份伴手礼，最后哪一队获得的伴手礼最多，哦，那队就赢了。就先让他跟对方玩，赢了以后再筛几份带回来，对，最多份的就赢，对，输了就没有办法参加。我有，好，准备出发 ，Go Go！ 要好好酝酿那个好运气，好吧，把那个好运气酝酿出来。哦，等等等等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面带回家，面带回家，面带。嗨，嗨，格拉斯，哎，欢迎你们，哇，哦 ，so good， 好新鲜，好新鲜啊！对，这个时候就要问这个啦，对不对？哇，太棒了！它这里它是一些西点就对了。哦，好多种嘞！它这里有人气甜点三选一。中间是栗子，不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选一个卖最好的，卖最好，卖最好，卖最好的。三个可以试吃，就是前三名，然后你们试吃完要选出第一名，谁是第一名？谁是第一名？可以试吃。好，来，是我们心中的第一名，不是刚才店里。你心中那干嘛玩啊？各位，我跟这两个人同队这么多天，哎，我跟你讲啊，我看他有感情，不如我帮你伴奏。然后你们用心去吃，好，吃完之后你没有，我跟你讲哈，把答案写在你的手心。好，那我最后公布一个，我们有重叠的，票数最多的，我们就选他，这样子就对了。这还有比这更好。好，那我弹琴好了啊。好，哎，该不会我们已经经过了都没看到吧？哎，贴纸不会很小吧？有吗？哎，这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需要比对吗？这是我们的 logo， 还需要比对吗？对啊。哎，给他继续，来继续。哎，这个时候仪佩的专长就可以派上用场。对啊。哎，这我说不起。抢日月球。抢地日月球。看一位代表跟老板玩日月球，看谁比较快。我要日月球。哎，那个日月球会是御剑吗？剑御吗？剑御我不会玩。これ就是。呀，どうなるかね。哦，他说我不知道，要玩一玩才知道哦。哦。好了，我来，我先呐。对啊，要不是我们暂定胜，你选暂定胜负哦。你可以了，我来了。你不能试两次说不换人。我可以，我可以。练习，练习，练习。哎，很厉害。哎，骗人，他说他不太会，骗人的一次就 OK 了。练习，练习，练习。哦，可以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。你问他有没有别人？可以啊。他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对啦，哎，不是，小学生更常玩这个。我已经有点偏了，对不对？偏了吗？就是这少。我问问。就是这少。哎，练习，看一下。来
么他们都那么快？哎、欸，比这个。去哪里？啊再一个，哎，他的弟，他弟弟打 OK， 好 OK， 他弟弟。酥的，里面苹果馅，又有泥，酸酸甜，然后底下又有点像酥皮，饼干的感觉，很好吃，像提拉米苏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它那个苹果很新鲜。好，记住一号的味道哦。一号的味道。哎，二号。哎，阿龙有水吗？阿龙有。我们要品尝美食，要清空才能品尝下一道。对。二号栗子糖。好，这个先放钢琴上面。这个是什么？二号啊。你有用爱，你有用爱在吃吗？有，好吃吗？对。二号比较甜，然后比较绵密。我跟你讲啊，不用再猜了，不用再吃了。真的吗？啊，对不起。就是它。Do you know why？ Why？ 日本人最爱吃的就是栗子，它的这种叫做，它是叫做核果子。核果子里面的栗子是它最重要的成分，对，秋天栗子，对，对不对？秋天栗子，对，一样。哎，它口感绵密，哎，这个那个爱心，那个不能吃。啊，这个爱心可以传，先哥配一个爱心也可以传。先哥要配一口饼干，它下面有很好。再一个，来呀。你可不可以找个不会的日本人来跟我比，这样才公平嘛？再出来跟我拍，好，让十秒。哎，那个，每个都超对啊，他随便一拉，然后就中了。他这里有多淡？我已经算快了。怕死他！我等一下，动手。哎呀！才是，来，真的也还蛮快的。没有，坦白讲 ，Kid 真的已经玩很快。对啊，只是他们真的太快，百发百中。因为监狱就是日本人的从小很小，算他们的童玩。我刚刚讲的是这个机制，每个人都会玩。对啊，那传统的都对啊，对啊。好了，来，1、2、3，哦，5也 OK， 好，下一个 ，OK， 好，那来个灯，后悔了，哦，五个可以选五个，不然你基本上你点，哦，这是最好吃的，这是哦最 popular 的，那个啊，好啊，韩国那个的，哦。是里面是包红豆的，对，红豆 okay, 红豆好，红豆好，还有一个，要五个，这个好，那就这个，好，开，还有，哎，阿亚都，帮忙，这里，帮忙，阿亚都在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哎呦，哎，这家收获不错，五个，好的开始，哦，草莓的。好，我派当然也是厉害，你厉害。对，等一下，其实，所以我们如果这三个猜错的话，这一关就没有礼物拿。哇，我好硬哦，不能，刚好硬，只有一次机会。硬来，好好吃，好用心。来 ，eat it with your heart，OK，yeah。哎，蛋糕好好吃哦。对啊，它蛋糕好绵密。我觉得男生跟女生选的会不一样。对，有可能。好，现在答案已经出来了。嗯。我想这一关没有选中，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二碗。嗯。直接讲好了。谁讲？二。栗子糖。我选一。Apple pie。对。你觉得？我选二。栗子糖。嗯，因为我觉得比较特别。如果是真正的答案，它不会摆在一，有没有道理？
因为它三选一嘛，对，所以我的答案就是三选的，最后我的答案已经有。对了吗 ？Number two is the favorite popular. Which one is your favorite？海盗啤酒桶哦，就跟老板对完就对了。哦哇！哦哇！有六面，就是老板。Is the favorite popular? Which one is your favorite? 他吧，不可能！跟性格你跟他讲得很好哎。对啊，他怎么会选二？对啊，哎 ，Why? Don't stay, don't stay, don't stay. 五十万，五十万，几万？第二号像卖相，卖相看起来刚好，看起来刚好，缤纷。这个在台湾也刚好是流行到这里，台湾都第一名的。我们再走回去。没关系，慢慢来，慢慢来哈。先跟那阿里亚多哥在马上，哎，多多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开了！哎呦，你不要在这里挡路！真真，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不要穿这样！不要在街上吓人！你看那个人被吓到了！你看他被吓到了！快点！哦，快走开，吴尊！走斑马线，吴尊！对啊，他走路的样子真的，他真的是有变漂亮。头发，我觉得头发有关系。他都没头发。而且我觉得真真适合和服。很适合，对他比较适合和服，他像那个日本驱鬼。哎哎，这里，没有啊，完 ，Mr. Player， 哇，多丑，火来，现在如果是酒，然后三瓶，让我们浓度最高的来，我林，啊，没有钢琴哦，没有钢琴，因为心情不好，我很怕他端出来。Hi，Hello。这个是什么？海盗啤酒桶。哦，就跟老板对完就对了，一次就没了吗？为什么不能比吃快的？我们先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哦，因为怕。啊，这个。Try。哦，试完了要讲。哦，好险。不会吧？走。哎，你先。先哥，你要不要等一下？这个，我们很担心。我怕个屁呀！好紧张，好紧张。叫老板娘不要那么认真，好不好？你等一下，玩一下。哎，他有上有下哎。对啊。得力。哎 ，Your turn。Hello， 你要插入。好。阿内，好。好，看一张。哎呦。哎，好像要复刑场。对呀。嘿！哎呦哎！他现在会呛，真的呛瞎哎！加油，超加油，这样。你选一个比较安全的感觉。OK 了，没事。你不要压到那个娃娃，是不是？那么，你不要压到。让我们 intro 就跳起来。
跳，跳就跟我一起跳。哦。哎，没有讲几战几胜，对不对？没有讲，没有讲，没有讲，对对对，没有讲，没有讲，哎，对，到到 ，Three， 哦耶 ，OK， 好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ree fight to win， 好，呀，哎，好好，耶耶，哎，棒棒，走太远了，哎，我们已经走到车站了，哎，对，那是车站，不如买张票，我们就先回东京逛一逛好了。卖咖啡。来，给他，来跟他讲一次四标，他就已经对完了。知道，他知道。OK， 我们来，豆总，豆总，哎，我干了，我们来，一起搞，人家，这设备跟你从前面过干什么？哎，大东，一起搞，哎，啊，两百里，哇，这个太扯了。哎，这个没有，我那个是好，所以他最高分的是八分，哇塞，我们压力大了，只有九跟红星两个选择而已，傻啦！是不是有个弧度啊，还是怎样？就随便射。哇塞，两分，好，先不要射哦。是好，一次是坏，我们要刚好抓那个 timing。你看我老板笑的多开心。你每次都这样，你每次哈，我们说哎，好像称赞你哦，然后下一秒就，然后有些运动，有些球员啊，或者人就是不能称赞。没有，就大气。不是啊，那个扣打用完了，所以运气 OK 的时候，你赶快收气了。有六面，就是要打。OK， 好。Game two。来，我一看。哎，不用猜拳吗？还是他先？给他先好。哎，他是不是他印象很熟？对啊。而且他真的不想让我们赢，你有没有觉得？来，我跟你讲，用速度来赢他。我跟你讲，用利落感吓他，对，吓他。你 luck， 你蛮 lucky， 你玩两次。可以吗？可以这样，可以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还是会造轮的。对啊。刚是差第二排死的，啊！来，往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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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好，来两枪，玩两枪，要不要双刀？要了。哎，对，加压力哦，一次两，对，然后叫他。哎，不是，哎，我们这样死的机会比较大，你北七哦。你不要弄我。OK， 一起又退。再打一枪。哎呀哎呀哎哎呀哎呀哎呀！你这运气很好哎。OK。OK。哎。
有下过功。OK OK。我叫他不要那么认真，好不好？哦，可以叫他不要那么认真吗？让我们。该你，该你。轻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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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跳了，放好。有鬼。红树就喜欢。哇塞！哎，酒跟卫生队，棒哦！哎，这苹果，苹果酒，想要这个这个。他要哭哭不出来怎么办？文雅啊，不是啊，都是运气的，对啊。有没有靠实力的？不要运气。对啊。啊。最后一天了。怎么可能呢？不是，怎么可能呢？我们要转运，我们运气现在有点差。现在我们是六，这一关是两球嘛？万一我们输了，他们七，我们六。靠强运，靠强运，靠强运，六颗干掉七颗，好，让他们二碗，好吧？走，下一关。嗨，这家很有名，我都卖。哦，还是问哪一个比较有？还是我们问他那一条那个门有没有？一级棒，一级棒，可怜的你给豆。那你们要哪一个？这个，因为他是人气 number one。过来。哎，这个。过来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黒いりますか？あ、大丈夫です。大丈夫です。はい。你想怪他们也不是，因为是他帮我抓到九分，帮我们赢的。啊，你说不怪他吗？就也就是六面，你为什么甩到正面？对啊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以后不要，以后对他就见好就收，见好就收，见好就收。只要好了之后，接下来就不要给他。对对对，就是应该说直接白话一直说。对。干嘛这样欺负他？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欺负他。不要这样欺负他。下一关，下一关。好。哎，那个有收好了。有收好了。好，来出发下一关。嗨嗨，翘课吗？可爱啊！哎，现在这个时间翘课哦。笑声好大。哎，真的，我在这边都听得到。还是他在嘲笑我？你现在不是吧？现在听什么声音都觉得在嘲笑我。心里这样有。不，哎，有有看到了。我来。啊！又去蛋糕店，不吉利，走人。真的哎。不会吧？刚刚那家分店吗？等一下，那我觉得我们集气，集气啊，把衰运灌在这只猴子上，然后再把它发射出去。好，我们先集气，耶！已经衰运这样惨叫完了，这叫冲镜头，镜头，好 ，OK 了，好，给你们，有信心的，对，加油，加油，嗨，こんにちは，激战，叠叠乐，哦，抽这个的，就是这个，好吧，但是因为我们这边姿势会比较辛苦。人就是要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老板娘，我看他吃美善，开始。你知道录的。开始。好。开始。哎呦。倒了。哎呦。慢紧张。哎，可以换吗？没有，我们就赢在他很紧张。没，这不是没关系的。阿里阿多，我在库里是的，慢慢弄的。啊，库里。石头糖。哎呦。好。哇塞。还回推有没有？我们这里的姿势真的很危险。走，我们这边比较不好，这边远。好，我问你哈。
现在有几个策略，直接就往上面落上去，让他打。对。吓到老板娘，吓到。我那要戏剧性。他吓到。他吓了一跳，变成澎湖的风师爷。我们现在只有六，建哥拜托了，六，拜托，六，我来哈，拜托六，六六六六六，那什么，平成怪兽是谁？那什么？那是什么？什么什么？那什么？不是真的有摄影机。再一次请来，刚刚撞到桌子，对呀，不应该撞到桌子。好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被车撞，那边啊，有有有，这有吗？有哎，来来来，我们要玩什么？是要找他们店家跟我们玩？对，没错，我们要找两位，我们要问他两位要哪一位跟我们玩？对，问他哪一位来跟我们玩？这里 ，OK OK， 这里，嗨 ，OK， 哥哥，他是对面吗？嗨嗨，等一下，阿果果姐，嗨嗨。真没面子，他还管小名字。偏偏就那个啊，这些大阿伯太没面子。欢乐时光过去比较快，我知道。骰骰子很重要。骰骰，严肃的时间来了。还是你来？没有，就你骰。为什么？可以确定？一好一坏，一好一好一坏，你确定吗？确定，确定，确定，可以啊，可以。我这个压力好大哦。哎。加油，真的！加油，加油！你行 OK 了。差一点，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要转回去！天哪，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差一点要转回去了。还好，不是一。差点时间减速。我们有看到他有往一的方向转回，转一下又回来。哇塞！好，那我们要开心的事。我们现在总共是十点。对，天哪，十点。好，我们要拿四个欧米亚给。那这个是这边特，就是雷鸟，雷鸟是很常出没在这个这一边的吗？雷鸟是有吗？白鸠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哦，这个。哦，这个就是雷鸟的这个饼干。哦，不是，这个香味，还有宝香的味道，这个好吃。这个。然后一个这个好，那边的手把，那个荞麦面哦，然后还要再两个，我们可以拿四个。これは何だろう？これはプリン。リンゴのプリン。あ、お菓子。福神粥。
我的。这个限定，限定发售，那一定这个啦，限定版。庆州地区限定版，这个很大，这个大。啊！对，还有啊，对，还有。我们现在的地方就是大丁火车站。好厉害！来吧，来吧，无穷匕首剑，现在请两方次前往，都已经拿到伴手礼。那我们现在一个同时拿出来。好，先拿第一份来，两边请。哎，要以骰子的为主哦。嗯，要以骰子的为主哦，硬凹的不行哦，我买的也不行哦。有没有？水啦！哎呦，这什么？啊，没了。这盒是什么？有啦，放错哪有？放错边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蛋糕，蛋糕里面有六个蛋糕，里面有六个蛋糕，戚风蛋糕六个，这样算一个啊？戚风蛋糕六个，没有啊，六个啊。这样绕来绕去，现在出来会变披萨，会是披萨吗？它是很贵，转来转去。这个呢，很有名的饼干，然后呢是庆州地区限定版。庆州苹果口味一个就对了，定版只有这里才买得到。好，那我们这是两个，这里面有两个，这是两个，你要打开确认，不要自己讲几个就几个的。对呀，对呀，加五个也是五个啦。是不是要钥匙？哎，真的变皮，是不是要钥匙才能打开？哎，那边皮了，打不开了。现在就变一个了，不是我刚刚那个封的很怪。要打开确认，不想开吃啊。啊哇啊！烂掉了，可以可以，烂掉了，烂掉了啦，是披萨没错。刚翻来翻去，第二个，第二个，哎，也是这里哦，特有的雷鸟的饼干，雷鸟两干，加起来两，好，二比二，还有，来啊，好，前面走，好，请拿出第三样，好，来来来，可以打开，打开，打开，你们先，你们先，上来，放下，你们先，换你们先了，对，我们先哦，来。哎，这什么？这个面包，早上买的，没有，这个一定是最有名的耶，这是这里附近最有名的面包店里面卖的面包，这是人气 number 1，最 popular 的，它里面包的是意大利面做成的内馅。哎，真的是意大利面，你看，意大利面，这不是你们自己买的哈？哎，这每一天都是卖完要抢的。第三样你出来，第三样，我们这边必须要等到明。没有，为什么要等到明天了？就我们才能排出来。来了，来了，因为太多了，没那么夸张的啦。这个九州，啊，不是九州，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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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州，这边哦，最有名的皮件店，他们，哎，他真的连这个都送我，我们自己都加油，哎呦，哎呦，我们哇。你叫鹿吗？这个是哪一个品牌？大饼鹿包。大饼鹿包啊！那个鹿是大丁的鹿啊！对啊，真吃的人鼻酸呐！第三样，开玩笑，你们刚才没了吧？没，没有，吓死我了！赶快拿，多跑，还好还拿到这一个，还好还拿到这一个，啊，厉害！他们的道具。48件，48件加49，51，52，总共52。你要把这包拆开，我看拿出来，拆开里面有18包，这根本这个里面也有。哎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我叫车回台湾，我没有联络下来。Hello， 啊，台湾的，我想到谢哥常讲的一句话，令人鼻酸啊！你们该不会就是这两个吧？五个都晒的。好差哦，好烂啊，这个样子，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输赢还不知道啦，你们，我们重点是我们欧米亚的还没拿完，谁要看你的什么欧米亚的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还有什么？这个是蜂蜜蛋糕，啊，蜂蜜蛋糕，蛋糕，这个是，然后这个也是这个雷鸟的一个饼干，这里很有名的那个就荞麦面的那个，就是可以带回去煮的荞麦面，哎。这个呢，火烧一样是雷鸟的特色的饼干。你们三家都要过关，我们三家都过关。那你们是啊，哈萨，不要再落井
惊吓死了，播出就知道了。所以呢，现在是10-2，由我们靠在画在。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哦，当你有拿到一个一的哦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客队又可以再获得两个骰子。没错，在我手上。接到两个数，组队比客队6-7，耶！客队暂时领先。最后一个命运18啦，所以目前还是暂时领先，还不知道到底会是谁走，转落谁家，马上进行我们的命运18啦！耶！最紧张的时刻，这几天是真的蛮辛苦的，对不对？他所以今天要先把我们要吃什么先讲出来。好吧，也是好吧。赢的人是可以获得顶级豪华的大地怀石料理，哎呦，价值15,000元。一万五，所以四个人总共是60,000元。等一下，是一个 set 就对了，对，一人一个 set， 而且重点是除了今天晚上有豪华的料理之外，所以明天。还有一个神秘的奖赏在叫你，哇塞，什么奖赏？奖啊！明天就知道了。哦，不能讲，不能讲。好，是赢了才有就对了。好 ，OK， 那我讲，因为我们呢，确实我们必须要承认，在这几天里面啊，我们这边充满火药味，然后我们也对你们不礼貌，所以刚好出了写真集这两本。它是双封面，有没有看到这个？然后去了泰国跟天宁岛拍。对对对，有没有看到？我历来都没有宣传那么多次，对啊，可是相当没有，熊熊还是没有，因为熊熊有扑克牌。你们误会了，它这个 logo 在画面一直都摆在那里，没有消失过，所以是从头宣传到已经摆了四个多小时，好不好？请队长肖娜来，哇！我们家艾雅自己也有出写真集。我家艾雅自己也有出写真集。呀！我们家艾雅，都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进行了。我们刚送了两本书给杂志，他写的是哪个字？书，还有这个也要送你们，好不好？这个是照妖镜，这个也送你们，好吧？来，书是，你们认输吧？不好意思，原来你也准备了。不好意思。你知道为什么你们去逛街，我回房间休息吗？因为去看这两本吗？除了反省之外，我想出游戏规则。好，什么游戏规则？文雅啊，我们有6颗，7颗，对不对？是。我们一个人甩一颗，亮出来，最后你们剩3颗，我们剩2颗，对不对？对。再甩一次，开最后一把。哇！哎呦，这个还是刺激吧？刺激吧！来，两班，请确认自己的骰子数目是不是正确的。书记官，请就旁边定位，随时要秀出来，要看点数。好，我们先确认一下两边的好骰子是不是这样？好，2、4、6、7，没有错，6颗，好吧。第一棒，直接就来，第一棒，废话不多说，不用再砍出来了。我们四个人只要赢他们差不多2点，就 OK 了。来，1、2、3，加 OK 了。来，一起集气，1、2、3，降，来，1、2、3，开了。继续用这个，有信心要放冷静。好，平心来，平心来。开始啊！开始摇。好，等一下，你为什么摇的比较多？哈哈哈哈哈！我的 style 啊！好，你的 style， 反正有摇就好了。
果然是超厉害，超厉害，很真。好了吗？要从看你了，摆了，摆上，还有摆了，摆上一个六。好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开，六、四。好，这里不能赌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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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加油加油！好，是是是，请开始。用力。好，今天目前呢是9-3，目前的点数是9-3。好，会不会我们四颗就把它活脱了？不可能。好，数到三开，一二三开。我们四颗就把它活脱了，不可能哦！好，数到三开，一、二、三，开！一、二、三，开！所以等于赢一点。对，现在目前是13-12，最后剩两颗，两颗，目前呢只有一分的差距。来，把最后的两颗跟三颗骰子放下去。一配啊，好，我们让我们四棒里面手气最旺的一配来。好，刚刚颗都小，刚刚谁骰六了？我们没有，只有五最大。哎呦，阿佩跟宪哥。你现在在祷告是吗？我在祷告啊。好，来，来，废话也要关键的一骰。11点，就11点都没事。要不然我两个六，我提一个币，不是你就拍嘛，就拍嘛，我要想听，我要想听，不给动作，十一，多少多少，到底是多少？5566。对，可以获得我们顶级价值1.15万的怀石料理。我们先去看看我们的怀石料理到底长什么样子。什么东西？
甜虾，非常的精致。甜虾有尾鱼，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刀工非常的细致？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一点要提醒各位，在吃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，因为呢，尤其是 key 的，要小心细心慢慢的吃，因为呢，它的每一个瓷器都是百年以上的历史，都是古董，连这个叶子都是啊。它这个叶子皮，因为呢，这家店非常强调的气氛，在吃的时候呢，它会因为每个不同的时节跟季节，会有不同的摆设跟花。他拿那么高掉下来，还算我们一份。对对对，我们远一点，远一点哦。对不对？还怕它掉？对呀，连小黄瓜都丢了。你看这个吗？那个是虫蛀的啦。哎哈喽，哈喽，哈喽，沙西米尾鱼是最后吃的哦。对哦，这叫外行，外行。我想怎么吃，关你什么事？不是嘛？画眉肉鸡嘛。很懂的顺序，但是对呀，对你了解嘛？那你要让他懂，但是没这个命。对，不是，既然这样，你真的先这样先这样，不然先跟弟子飞到隔壁，请他们吃，我没什么钱。不用，不用。它好新鲜啊！它这个虾是有海的味道，对，有海的味道。刚刚那个蟹也是，它除了有它的调味之外，你还吃得出那个新鲜的蟹出去了吗？我们现在你们肚子是不是饿了？对不对？饿了。我们之后在红队又帮你们准备你们的吃的哦。耶！是你们今天的伴手礼，两个蛋糕哎。我跟你讲哈，这两个变成披萨，你又把它重新组装。对，长相更美观，长相长不一样。嗯，好的。客队就好好享受今晚的怀石料理，组队好好享受今天的怀恨料理，怀恨料理，怀恨料理，怀恨怀恨。那么客队明天还有非常精致豪华的神秘行程，哎呀，来呀，今天的神秘行程。在爬山吧，不会啊，不是爬山吧，雷鸟吧，不是，现在开始往山路开啊，让我开始不自觉都已经在听凤飞飞了。那什么？平城怪兽是谁？哎，那什么？人家那什么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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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哎哎哎，这不是真的有摄影机耶。雷电，雷电，喜欢雷电，山山有像的雷电。这次真的是超级大享受哎！其实这一次蛮享受，赢就而且没有，我们是怕惩罚，我们不怕没享受啦。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看他。一下呢，我们在我身后这个热气球呢，就是今天赢家的奖赏。三步球是长野县的吉祥物。哇！上去上去，其实有点高，它就是要很高。顶起来，顶起来，顶起来！好，我们来去做热气球了。好。拍就拍，我机体好像满了，还是我还没带手机。哇！来！哦，那个声音好热哦！哦，要起飞。照片就好了，对，他们是背景，拜拜，而且他们拜拜，陈思顺，哦，升起来了，升起来了，耶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，好开心。
外高，比苏还高。哎，不是，哇，好漂亮哦！大家看一下，哎，我们超过苏了，现在比苏还高了，大家可以看，比苏还高了。哇，不嗨了吗？没话聊了哦。太漂亮了！哎，三个小时之后才会降落哦，大家可以看哦。升高当中，还在升高，还在升高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哎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大丁是，对啊，那边大的，我们在山上看的那个，哇，我觉得这次来日本真的太值得了，真的太值得了，太值得了，超值得的，有体验到很多日本传统的文化，然后呢又有坐到热气球。还好米奇第一次来又体验到，哎，真的，这次来真的体验到很多东西，要不要再来？要不要再来？好，我觉得可以耶。我们狗夹了他一整个晚上，他一下，他今天坐上热气球之后，终于都好了，觉得一整趟的辛苦都值得了，对，很棒哎，棒，哦，下来了，下来，好厉害厉害，他在刹车，有没有在刹车？有没有？下来了，下来了，哎呀，好好玩，我们刚超过那个比数还要高，刚比数还高，然后我们看到整个大丁是，看到我们昨天看到小大丁。对，往前看到大丁是往后看到北阿尔卑斯山，后看到后面看到昨天在山上就是有看到大丁整个景区的一些风景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而且今天算也天气非常好。还有自己在当那个，对呀，对，还有自己开了一个新小节目了。我看你们很满啊，我一直为了镜头要讲一下。好玩吗？好玩啊，好玩。好玩在哪里嘛？你这个就只能在这里坐电梯啦。就是我知道什么好玩哦，你们就下次迎客队就好了，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好玩嘛。千万的，我跟你讲，血池成功了。那么再次恭喜客队获得这次大地玩大的胜利。过我们两个合体那几乎是如登天之难，哎，不要忘了我们是有主持默契的哦，是，而且这个老外又厉害，哎，他只拿一标，哎，所以等一下你跟我一样。突然下大雨，哎，还原了，哇 ，Go， 加油！刚才前面一个急弯，朝前闪过，好，完成。